说让你看不笑，对，真的是什么感觉啊？披萨，我因为我还是披萨，就感情到了，然后就吻上去了，然后嘴还是披萨。紧张吗？紧张，肯定紧张，真的紧张。所以你第一次互吻吗？因为你这个话一会让你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，不能像平时真的抱起来就啃呀，抱起来就啃呀。对吧？这你笑什么？你看过吗？一抢拍，两年了，一抢没拍过。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怎么样？跟他拍一下。感受一下嘛，反正都是肉。没事了，演员嘛，多得一点嘛。这位我真的我不缺你。哇，哎呀，我没看你好棒啊，我没看到，你那这边都没看到，看得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好，哎呦，圆满了，圆满了，没有，还是世界，称为吻戏。热点上今日头条。